在到底是安怎发生的？哈，敢知影？啊，就是阮这施工切割以火星轮烧率来这样的了。然后到达现场的时候，外面的鹰架已经全面起火燃烧，然后甚至已经延伸到那个建筑物里面。那到达现场，我们有二十台车，消防车到达现场，那到了三十九位消防人员。那到达现场后，立即布了四条水线，然后另外有布了三条水线延伸入室进入灭火。那火势大概于40分钟控制大概70分钟，一个小时10分钟火势熄灭。